嗨，大家好，这期卡频道来了。我今天要介绍一组化妆品，来自日本，是日本制造的，而且它是一个大厂。你们有没有听过露露感冒药？是这个药厂制造的，但是它不是制造药品哦，是制造保养品。那它的保养品是什么呢？他们用简单的步骤来让你达到全面的保养、保湿、抗老跟亮白。这就是我要介绍的产品，一个是化妆水，它们的主要成分是富明酸。富明酸本身就是一个抗老的成分，也是一个保湿的成分，然后它还可以养致外面的暗沉，让你的脸是透亮的，然后是亮白的。那化妆水是在洗完脸后使用，然后使用完化妆水，只要再补充乳液就可以了。这个乳液也是超厉害的，它也是一个富明酸的产品，所以这家保养品只要这两样东西就可以帮你全方位的保养哦，而且全部都是日文的，包装超漂亮哦。那我待会再来使用给你们看。我已经卸好脸了，很干净，然后我现在要来使用他们的富明酸高效保湿净白化妆水，拆封给你们看。然后这样子150沫，它的设计很特别哦，是这样子哦，透明的化妆水，有没有看到？然后取出适量。啊，好舒服哦，很好吸收。它也是教你们用手指来轻轻的按摩，达到吸收的效果。也不要忘记脖子哦，脖子真的是一个很容易看出年纪的地方。使用完后化妆水了，我觉得真的很舒服，而且很棒。那我现在要来用他们的乳液喽。化妆水使用完后，他们就是一个重要的步骤，就是使用乳液。那我只要这两个步骤，你就可以达到全面的保养了。这个就是乳液，包装也很漂亮。然后它是用按压的方式，白色的乳液。有去使出适量就可以了，也不要忘了脖子哦。记得是由内而外，由下往上去做按摩。我保养完了，这个就是日本牌子的神奇之处。而且完全不紧绷，我觉得肌肤是亮的，还是保湿的状态，所以推荐给你们哦。使用后真的是清爽，完全不油腻，也不紧绷，让我觉得它是一个很舒服的，不愧是日本百年药局制造的产品哦。它用的原料跟成分都是高规格、高浓缩的。